在呢是早上6:23，看得到吗？我们要从松山出发了，先在车上睡一波，待会见。九点吧，左右。9:30，吃便当。现在要回去搭火车，然后要往花莲。这间真的很好吃，但是如果你没有预约的话，就会吃不到。我觉得很不错哎，真的好可爱哦！来这厕所，耶！再来给大家看一下厉害的浴缸哇！
张很赞，就很适合泡澡。对啊，可以自备温泉粉来着。我们现在下公车了，我们从花莲火车站，然后现在下公车要去吃公正包子。现在来到花莲东大门夜市，这里很多灯饰，去拍个照。等一下呢，是要去买花生跟马花。这里的花生我没吃过。行动有机车，到台东啦，我们要去住宿的地方先放行李休息一下。哦，待会见。哦，他整拉这么样。好，就这样。我们现在已经到住宿了，然后就这样。住宿真的就你看到的这样。然后哈哈，我们晚上对，我们东西已经先放在这边。然后你看，就是我一个走道，完全没有多余的地方可以置物，所以这里真的比较适合背包客来。
然后再来就是后面是窗户，面对是直接秀泰，是蛮干净。对，然后这边就是一个小台子，有放一些备品啊东西，然后下面就是冰箱，然后再来是看一下厕所好了，厕所也就是这样，没有什么特别，就干净干净，然后没有干湿分离，也没有浴缸，就这样。好啦，这就是我们在台东的住宿，一个人550而已，一个人550很 OK 啊，很 OK。现在要去吃第二个早餐，饭店吃完早餐之后啊，现在要去吃一间就是我朋友觉得好吃的早餐店。我们点了法式吐司，可是因为现在现场人真的太多了，我们应该是买外带，然后看等下去哪里吃吧。吃第二份早餐就是林奎冷饮店早餐，我们在里面找到位置了。所以就改内用，就是发土上面有满满的炼乳，还有一杯咖啡牛奶。我们现在在田花村这边一个市集公园，然后现在是早上，所以其实市集都还没有开。那晚上来的话很漂亮，还有一些酒吧，有一些吃的可以逛的。那现在东西都还没有，但早上来这里逛逛是很舒服的。如果你想喝咖啡，远处还有一间星巴克可以喝，这里真的很舒服呢。啊，星巴克在远处，远处好看不到。算了，不管了。刚刚我们搭了很挤、很挤、很挤的车，好了，终于回到了台东站。然后现在呢，要搭去金轮喽。好，等下金轮见。